聊一聊宇收的这张3070的显卡，收卡的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，因为最开始有一张21年年底的卡2550，本来打算下午去拍的，然后直接被别人买走了。现在视频中看到的这张是一张22年9月的一张明轩爱家的3070，淘的价格是2650块钱，这个价格也不算便宜的。我大概看了一下3070的卡大概在2400左右吧，因为这个是去年九月份的，之前的买家使用的话也差不多也就半年时间左右。这个显卡是我4月21号下单的，下单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买家是发的运大，因为以前，买的电子产品的话都是发的顺丰，并且从21号下单，快递揽收本地竟然停留了2天的物流更新，也就是这2天时间都没有揽收记录，一直到24号才有揽收记录，所以这个物流时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。因为也不是急用，所以也没有去管它。等收到货的时候，快递袋子的四个角，基本上都是磨破了，然后里面的这个盒子压的也有点变形。卡倒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，毕竟原包装的这个泡沫还是比较给力的。显卡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新的，基本上没有看到什么灰尘。然后金手指的磨损也基本上还比较好，大概对了一下那个卡上面的序列号和盒子上面的序列号是一致的。进到明轩的这个官网查一下这张卡的一个生产日期，我们进来之后直接点这个在线客服，然后下面有一个真伪查询，那我们直接把序列号输进去，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提示，您验证的产品为正品行货，然后有产品型号和这个生产日期，这个和买家的说法是一致的，并且显卡的背后那个序列号那里它有一个3年质保的这个文字显示，也就是这张卡还有大概2年半的时间。安装的过程还算是比较简单的，我们直接拆下原来的这个显卡，然后装上新的显卡。因为我之前这张显卡比较短，所以我装在上面载的，然后这张显卡比较长，我必须装在这个下面。装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开机，一次就点亮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去装显卡驱动。这个驱动的安装就比较纠结了，弄了很长时间，包括各种错误。我们进到这个明轩的官网，它这里面有一个下载中心，然后我们选择需要的显卡进行一个驱动安装，我们这里选择 N 卡，这上面会有一个4030/2016，我们直接点最上面这个，下面这2项不是我们需要的，我们点进去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下来就是这个 DCH 驱动。基本上如果说我们之前 N 卡的驱动是标准版的话，如果再装这个 DCH 基本上是装不了的，你把这个下载完成之后，安装质检的时候它会直接让你去下载一个标准版，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标准版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明轩的官网为什么不提供这个标准版的下载。然后接着我们去 N 卡的官网去下载那个标准版，这里我们进到这个 N 卡的官网之后，右上角会有一个驱动程序，选择我们需要的这个卡的类型，我们直接选第一个产品系列，选这个30系列，家族选择3070，然后操纵系统 Win10， 下载类型我们现在有一个 GRD 版和 SD 版，我们选这个 SD 版，点击搜索，直接点击这个下载。按理说，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操作，下载完成之后直接安装就可以了，不幸的是会弹出这个窗口，显示你的这个 N 卡驱动和 Windows 版本不兼容，这就是图形驱动程序无法找到兼容的图形硬件。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你的电脑的显卡驱动没有装好的话，这个我的电脑管理里面的设备管理器，然后下面的这个显示适配器，它是不显示显卡的，它只会显示这个集成显卡，它不会显示这个独立显卡。来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系统版本过旧，比如你的电脑因为屏蔽的更新，你像我用的这台电脑，用的系统还是19年的系统，我后台是屏蔽的系统更新的，所以装显卡的时候会报这个版本不兼容。然后第二个
这个找不到这个图形显卡，是因为你这个驱动下载的是老版本，你把驱动稍微更新到最近的几次，就不会有下面这个选项了，它只会有上面这个问题。接着就是系统更新的问题。系统更新的问题我就简单点说吧，因为我最开始直接是用了后台的这个更新，然后它提示各种问题，比如像现在看到的这个，就是你已经下载完成的，正在等待安装，它不会自动重启。我手动重启之后，安装完之后，它这里会有各种错误，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就是现在我用的这个 2HR 的这个版本，在这里也是已经更新过一次了，就是在这里已经更新完成，显示这个100%，然后正在等待安装，但是我把电脑重启之后，它这个并没有完成这个更新，所以这里就很坑，然后浪费了我很多时间。后来我找到一种办法，就是直接用官网的这个医生，就是微软的这个程序更新，它不是第三方的，它是直接在微软的这个官网上面可以找到的，应该叫医生 Win10 升级助手。然后我们往下翻一下，就是这个微软支持，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点进来之后，这里会有一些说明，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下载更新助手。进来之后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立即更新，我们直接点这个立即更新，然后它会自己下载。下载完成之后，我们双击，然后就可以让它更新完，更新到100%。你也可以等30分钟之后它自动重启，然后也可以手动重启。重启完成之后，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快的，下载时候稍微的慢一点。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下，就是要留足这个 CPAN 的空间。更新这个系统的时候，你之前的系统，它会跟你做个备份，导致 CPAN 的文件会比较大。但是更新完成之后，你可以把旧的系统可以删掉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更新完成之后是一个什么状态。这个显卡的驱动装好应该是今天早上的时候。如果说你不遇到问题还好，一旦遇到问题，有的可能甚至会重装系统。我现在还算是比较好的，更新完系统之后就可以直接装了。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安装驱动和显卡的安装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关注转发一下。谢谢大家。